有道是匣中三尺水，无坛斩龙子，命格为剑，亦贵亦险。川中有一女，其名唤作李素商，正因此称。轮到本姑娘出场了吗？李素商的出口又有一种仙波逐浪的气势和凌厉感。不同于 BOSS 战时候的一个剑阵，在角色制作过程中，当他手拧剑诀时，使得风云变色，山河道清。此刻太虚剑法所有的飘渺、凌厉与厚重，都在他的必杀技里得到凝练和释放。以心为鞘，以养利剑。无上自在门大弟子李素商，承让了。